大家好，新的一年就快到了，马年我预祝大家马到功成，拳艺进步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陈式太极拳、老家二路里面的果鞭炮和瘦头势。 OK， 我现在先做一做这个动作给大家看看。就讲一讲呢个动作系点样做法嘅吓。首先咧就系咧，上一次咧我哋咧就讲到咧系收云，跟住我哋而家咧系要转270度，即系由呢个方位转到落嚟呢个方位啦，系270度嘅。点点办咧？周云锤，首先摆落嚟呢度。立手震腳提腿開步向右前身體外旋，重心在右邊，現在是合，跟著就開左胯打開行斗合震腳开步行斗，跟住一样系跳，跟住咧就反身，一、三。我现在为大家示范一个慢动作，放松了，即是一条绳发出的话，条绳我们今天用你的手腕发出去，这个就是那条绳，这条绳这个就是个手腕，用这个来顶顶这条鞭出去，手放松，不要过浪的时候，不要过了自己的限，不要过了教练限，在这个限之前摸了大概这么多的了，都是保持一个平衡，不要这样了，这样就轻了，这样又不够，是不是咁多，系咁多嘅啫。啊，咁咧，你仲有个延伸嘅行动，即系两点喺呢度发力，中点去到呢度，发力，中点呢度。啊，即系点知道你嗰个拳头个拳会中点去到边度？喺呢度嘅啫，就去到呢度嘅啫。啊，都系松，有冇啊？呢度嘅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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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行先，主在于腰嘛，腰开始转，
我哋有啲攤仔唔啱啊，你跟佢。係啊係啊係啊。
勁前繞，跟住咧最後咧去到佢呢度先發出嚟。我推掌咧，最近时代呢位学员睇下啦，学嘢啦嗱，听住啦。